Hello.为了我放弃睡午觉，现在这个点是睡午觉的点吧？你在干嘛呀？有没有看我的 MV 啊？有没有听新歌啊？我在录那个《闪光的夏天》，然后再过一会儿要去彩排了。《闪光的夏天》是什么节目？今天晚上就知道了呀，是第一天啊。我今天是有一个角色的，今天我是爱神。Cubit，接下来我要和大家 reaction 一下，reaction 我的 MV，请解开你的面容 ID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跟你们一起看 MV 喽，三二一。你这个吊着的非常累，我跟你说，超累。我们现场有两条蛇，白蛇，白蛇爱动，黑蛇不爱动。哦，我要编辑一个话题，等一下啊，怎么编辑啊？要退掉是吗？啊？不用啊，那咋？哎，我好像看到了，什么话题来着？我来手打一下，我看看，你可以放在这儿吗？好了，你看一下有没有？继续啊！这一颗镜头已经拍到凌晨4点了。这个长发的这个造型，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的。你看，这个造型，这个造型是我拍的第一个造型。然后我们脸上就是，因为追求那种效果嘛，就是涂了很多油。你知道那几天我的那个嘴唇得了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唇炎，然后一整个嘴巴都是肿的，超干。这个航拍镜头你们知道吗？超吓人，它真的是像个大黄蜂一样，特别特别吓人，就在我们周围绕来绕去。我每次拍航拍就特别吓人。你知道这个抓头的这颗镜头，因为我们想要表现出来那个张力嘛，然后大家，我让大家就是真的抓，大家你看后面，你可以暂停看那些手都是很有力气的，在扒拉我的头发。
这个蛇，我跟你说，蛇是一个，我觉得我见到第一次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摸到蛇嘛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一下就爱上了这个动物，就特别可爱，特别冰冰凉凉的，大家都不敢摸，但是有些人上来摸完之后就发现它真的很可爱，也不咬人，也不这个乱跑，反正就是很乖很可爱，因为你近看它的那个鼻子就像猪一样，小猪。你知道我那个异就是有一个长发，然后异瞳吗？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当时是两个眼睛都是蓝色的，然后那个油进了我的这个眼睛，然后实在没有办法，就是坚持住，它就整个糊住了。然后我在那一用劲，它就自己跑出来了。但那个是日抛，它就掉在地下，我就不能戴了。然后我回到化妆间的话，就要走好长一段路，我那个衣服特别难穿。然后后来就说那就拍异瞳吧，是这样的。吸血鬼。你知道，一开始我跟这个导演在讨论这个 MV 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想要这个 MV 比较特殊的一点，就是它的画幅一定不是固定的比例，它有可以是这个正方形，可以3:4，可以9:16。就让他有一个多层次的变化，就想跟他玩一些比较艺术的东西。然后当天拍完之后，然后导演就跟我，洗澡就跟我聊天，他说你真的很敢玩，所以我真的很敢拍。然后我是觉得吧，就是好不容易拍一次 MV 嘛，一年也拍不到几个 MV，所以就说 MV 就可以，它是有建设性的，有这种冲突感、矛盾感、前卫感的。还主要还是想说自己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表现力，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？你属蛇的，那挺好。明年是蛇年了。今天晚上有个小天使，今天晚上是个小天使，是真的有点吓人。还好，我觉得吓人倒还好了，就是怕蛇的人可能会有点吓人。马上要演唱会喽，你们有来看演唱会的吗？有啊，太好了！我的 rap 质的飞跃是吗？我之前 rap 有很差吗？差点没买上票，不会啊，这次票有很多。这是我开过巡演最多的一场了，就是人人。
开宝人生那是什么？那是很久很久之前了，不是现在这个时期。你们看到的这一支 MV 的物料，就是对于我来说，现在放出来的是那种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。FA 的全名怎么读吗？Futuristic Automatic。你们不会，你们就读 FA 就行了呀。吃云南哦，对哦，云南米线可以吃。桃花源记没有 MV 哦，没有 MV，那可能会有练习室。昆明一点儿都不热，就是你穿短袖会冷的那种程度。应援法不难不难不难，不会让你们唱很多的。Reaction 结束了，还有人来说 Reaction 了吗？结束了。今天晚上有来看我演出的吗？有，好。今天晚上演出也非常不一样，我们把这个舞台做成了一个有点像音乐剧的感觉，有一种情景剧，当然还会和你们一起嗨，一起互动。我们准备了一些小道具，哼哼，还有24号的舞台，24号的舞台是一个唱跳舞台，而且这首歌非常的火。不是我的歌，不是我的歌。24号老师，第一天是今天晚上。今天是24号吗？我问问大家。露一露吗？虽然马上也要见面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保持点神秘感吧。好啦，不和你们聊了，我要去准备准备了，还有一个彩排呢，今晚还有个合唱。好，拜拜，我去准备喽。